白兰可是球场上出名的暴走哥，当你遇到这个难缠的对手，你可要下足功夫了。作为大前锋的白兰，凭借扎实的功底、盖帽、灌篮、夺球等技能，是球场上非常难缠的对手。但是索菲亚却是他的致命对手，依靠灵活的身法可以快速越位化解夺球，凭借假头动作可以让他盖帽的能力形同虚设。暴走老哥也需要大家灵活应对哟。